主料：大鸡腿500克，辅料：奥尔良腌料35克，水35毫升，蜂蜜水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套肉料35克，配水35克。容器上套个塑料袋，在鸡腿上用牙签扎几个小眼，或是划几个口子，这样便于入味。将液体在鸡腿上抹均匀，把塑料袋口子扎紧，放冰箱腌着入味，想腌多久腌多久。套箱230度，中上，烤10分钟后取出，刷上剩余的调料液，半边继续烤10分钟，再取出刷上蜂蜜水，10分钟翻面后再刷一层，烤25分钟左右即可。喜欢嫩一些的时间短点，怕不熟就多烤几分钟。烹饪技巧：刷蜂蜜水是为了让鸡腿有光泽，烤盘上面架个烤网，把鸡腿放在烤网上烤，烤盘可别沾锡纸接油，这样不用清洗烤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